杨千霈老公温馨陪产，这举动让人瞬间气炸。小朋友太大，那是差不多快4000，我不可能才知道是超痛。我上厕所真的需要人家推我一下，拿那个枕头这样丢他，他真的就是都叫不起来。隔天早上起来就在抱怨，他就说干嘛不跟我讲啊，叫我起来啊。我给男人一个很真实的建议，多一分参与，以后免一次唠叨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《医师好辣》。